大家好。Good afternoon. 教育部希望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pes to cooperate with the parents for those who are 早日接种疫苗，以达到我们所谓的三个安。第一，师生安康；第二，学校安全；第三，家长安心。首批 N、O 和 A 水准的考生的家长将从明天开始陆续的接到短讯，邀请他们为他们的孩子预约，就是以最快从6月3号开始可以接种。其他的学生与家长将陆续的得到通知。我们希望在6月假期中，在疫苗供应情况允许下，为最多可能接种的学生尽快接种疫苗。接下来，卫生部与教育部也会通过网络座谈会，为有需要的家长分享更多讯息和解答他们的疑问。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紧密合作与配合，让我们的学生能早日接种。谢谢大家。